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一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收看《老祖先机》，师父普贤禅师开示：每个人在家好好修行，把应该做的事做好，应该尽的本分把它做好。如果能够这样做，相信呢能够达到家家户户都是能够平安，生活也就会非常的美满幸福快乐，社会就能够调和。那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凡走过必留下先机。今天在我们的老祖先机，我们非常难得邀请到的就是后里三宝寺陈光雄陈贤士以及陈吴阿庄贤士。陈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各位电视机的师兄师姐吼，啊，我供养啊吼，啊，我都得修三十年啊，啊，三宝寺这里佫开始要买土地甲起，我拢参悟到，啊，所以感谢师，这三十年来教我一家口安平安顺时安尼吼，感谢感谢。来，啊，陈吴阿庄贤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电视前。电视机前面朋友大家好哈，我是陈吴阿庄，阿弥陀佛。是，你看咱阿庄先生哈，安尼点点支持你，甲你剖析出来，啊，做遮尼侪咱啊做梦的代志哈，所以你有啥物感想无？这是安尼啦，那讲阿公阿嬷的代志吼，要讲甜的，那讲阿阮阿嬷唔好冤家是骗人的啦。好好好。是啊，那讲阮阿嬷冤家，其实迄两阿嬷上好冤啦。哈哈哈！讲无，啊，若讲阮都无咧玩，小可玩咧玩咧是有啦。啊，都是感谢伊讲安尼，会润你啦。会润你安尼啊，我若一半摆脾气咧歹吼，伊都安尼润你啦。啊，伊若一半摆咧心情歹，我车开去走街咯，我袂插伊啦。哦，对不对？哈哈哈！安尼讲对不对？好，个人个人拢有迄个啦，吼。是是是。啊，但是阮两个会斗阵的时间哦，就八十二年，甲师三宝寺开始动工，阮的今年时间足短的啊。哦，是是。因为82年甲85年，我的专门拢伫三宝寺，你是拢伫三宝寺咧发落遐代志啊，啊，毋是才有转来啦。是。啊，85年师讲我一个劫吼，啊，我都在三宝寺都含，你是都伫遐一年啦。是。你是暗时拢伫遐啦，啊，85年。86年短，我转来26天啦。嗯啊，佫发生代志啦！啊，咪输家救的啦，全唔知人啦。哦。啊，唔知人输，确定了输。啊，输的，迄个个孙魔术一条做输，输叫孙翠英讲，输今仔礼拜咧领了，等你领了煞才甲救啦。啊。后日输影较歹种，啊，人要死去，佫即领了煞就甲救啦。伊种我唔知人啊嘛，戆去啊嘛，都三叔翁伫遐做，伫遐种桂花啦。哦。安尼啦。哈哈。啊，伊讲。应该叫阿耍的时输，就跟客人讲怎怎，伊讲怎，伊讲今年怎创怎创安尼啦。啊，就安都一段，啊，就有个客阿叔才讲，上课伊才讲，
公用啊，不讲旧年歹运，今年都好运啦。啊，我讲好啦，不过来三尾骨大啦，啊，全大个金嘛咧。是是是。八十五年以后就大个金嘛，三尾拢伫遐困啦。啊，伫遐困一个好处就讲，我以前吼，差不多四年五年，我结交一摆啦。哦吼。去听啊，足艰苦咧。是。啊，去三尾时，我讲嗯，我病重，我人我病重啦，我早是四点就爱起来。嗯。三站拢爱拜拜啦。是。啊，佛祖头前三杯茶。我那三杯茶，我伫这个倒，我都搁摕来外口倒掉，我呢，哦，真好用，我干脆拢个啉啉落啦。好好好。哎呀，啉啉拢个啉啉落安尼啦，啊，全呢结少啊，全好去啦，拢无结少去安尼啦。这个嘛是咱的老祖先例啊，哈，老祖先知啊，这真正老祖给你加持哈。对啦，要怎无结少，就是安尼啦。所以咱那个这一对的健康哩，这对翁仔某吼。真正是英雄相对来，咱已经上界好的代表写照。是是。哦，真正是安尼吼，恁伫外口做这么侪代志。但是呢，陈师兄，我想要请问你哦，因为你虽然讲你三个回家来给你整理这本三宝是与我，但这就是你从师父认识开始进入到三宝寺这样点点滴滴，这走到现在来，你有什么款的感想？因为这么侪做这么侪代志，有什么款的看法？这是书电视定咧讲啦。咱人出世来世间哦，每一人都每一人工课啦，好业好业享受，善有善的艰苦，是啊，大官有大官的命，啊，善人善的命，用王侯将相拢是一个人啦，是啊，唔通家己去啊，我今日做到这，我说嗯，安尼对事对我是足好的啦，嗯，结少啊会疼，嘛是多加点好气啦，啊，这个头壳本来会疼，嘛是好气，啊都。啊，一家口拢真圆满，啊，都闹咧心情无好，就来前头去行散步，去行行的，吼，啊，都头下几年咧气是无时间通休困，啊，干那肝病啊，坐不动，啊，都干烦恼讲，事当时要开工，当时要安坐，当时要怎，我都袂赴啦，我无烦恼啥，无烦恼钱我都来借，啊，是来无都有啦，啊，这个代志安烦恼，啊，就讲，哦，啊，都无时间通烦恼呀，有诶无诶，所以这就感谢师父啊，有空话通做师讲。做戏看也破病死啦！哦，是哈，安尼想转来啦。对对，所以伫咱做梦吼，你去拜过了，你会感觉讲，大行好啦，身体也好啊，厝里内囡仔大家嘛好啦，啊，钱要用有通去用得好啦。对对对。哦，就是安尼尔吼。所以其实真侪钱的人，虽然讲哇真侪钱，嘛不见得一大行好呢。吼，所以讲第一当讲，那是你钱真侪嘛好。啊，去拜咱宗门吼，啊，身体也好，大行好，这上好啦。对对。所以咱咧讲讲吼，哎，提到这义务啊吼，咱啊，另外刚刚提到说，人有当时也是天气啦吼。对。你讲有一位师兄，虽然讲真信师父，常常拢对前对后，但是人都天气。对。伊讲咱师父呐，为着伫咱的这三宝寺啊，这啊大雄宝殿，迄个太极吼，啊为着讲啊师父底下吼，伊想讲要去遐翕个太极，要一台新的照相机，啊，这故事就是安那。这个师兄做阿英啊啦吼，伊是比我大成对师傅啦，啊是，算因大成对啊，我是较我对因后壁来啦，啊师咧讲啥伊拢足信的，足信，啊但是后壁拢会要甲伊看有准无准啦，一直在考到，拢无讲甲伊安尼啊身体力行，好，的知行合一的对啦，啊就是咧背了三年咧起地藏殿哦，安坐吼。啊！伊阵伊在咧做这个个卖装潢的物件啦。嘿嘿。啊，我见迄个目像甲迄个个做楼梯的刘小咧进去叫啦，伊讲好来叫啦。啊，结果奇怪啊，那进叫做楼梯拢讲好好要来未，啊，拢无来啦。哦吼。啊，九十三年这个个九月十九都现阵老早要安做啊，伊嘛无来啦。哦吼，是。什么理由足济都对，拢奇怪足怪安尼。嘿嘿。啊，尾后都无法度啊，无转咧。迄个胡须全是一个个拔起来啦，这个拔无都无法度啊。为新生交尽忠贤，天下太平一万年。啊，过来这基隆啊，九十四路去三宝寺吼，啊，这个中间因去大雄宝的，这中间二月十五讲紧的，哎，大雄宝的后边要来犹太教人看啦。哦，犹太教人看。嘿咯，啊，规定都。都出来都去啊！阿叔都，伊就讲我咧买只新的卡米拉，大大，我看叔讲了有准哦。
天顶的代志，当时要好，当要落雨，伊知影，就拢起过暗，涂骹看准无，好好看嘛。啊，就溜溜拢溜起来，一堆毛倒伫遐啦。溜起来讲，伊袂翕命啦。照相机袂翕未啊？对啊，就翕袂出来。啊，是新的吗？啊，对啊。啊，别人翕好啊。旧的会翕，新的袂翕。啊，输的迄个个太假所在，输用个太金个砍砍好，个砍起来，讲用啊用啊。老祖讲你无信也发，你肯定好些啦。哦，这才是好些啦。所以迄个时阵太极出来是要翕翕无？翕无，单家拢完满啦。好去啊！照相机好了。安尼啊，哦，讲你都无信老祖发啦，安尼啦。哦，啊，这个就是搁一点就搁来讲迄个老腿的代志啦。嗯哼。啊，这八十三年要安做，扶手要做起来，可我做都未起来。嗯哼。啊，到八十四年，我就是。这个老祖吼，本来伫张地藏殿要请伊搭上宝殿嘛，啊，迄老祖一尊差不多一吨的啊，规就尊拢重的啊。是。啊，我就想，即来改用个吊车。嗯哼。啊，吊车拢吊好啊啦，啊，地锅机嘛，吊吊面顶咧等准备啊啦。嗯哼。差八点外，师傅甲我伫迄个搭上宝殿咧门口迄个个栏杆遐咧徛啦，徛只啊，师傅讲要讲啥？老祖讲袂使甲吊的，到面顶下下伊会惊哦。我当跳哦，伊讲爱国请的，我当跳，我输啊无来安尼，讲啥？后壁咧护工，护工迄个啥啦吼？迄个骨拔起来，啊连做嘛拔起来，分做三项就对啦。总好，当时遐扶手袂做起来，就是要老祖要乌鸦起来啦。哦。迄阵才讲啊，我扶手若做来，只看两个人都袂徛哩啊，看是要怎？迄规顿是要怎？请起来啦！啊，怎么安尼？以后继续会使起来较大点啊？伊老早早就甲你摆好啊啦！是啊，再讲，因为今日你今叫伊迄个目睭的来，目睭讲卡着讲，我有用啊啦，用好来做啊！啊，安尼才完成啊！所以这代志哦，嘿，所以咱咧讲讲吼，哎，有人讲咱老早看无，但是老早随时伫咱的边啊，尤其咱陈光雄先生哈。就是甲师傅对在是遮尼久啊，三十多年。虽然老祖咱看无，不过你也知道老祖随时拢在咱的边啊。对。但是你讲袂出来，就是安尼讲，互咱大家分享。那你也知影讲吼，很多事情其实老祖呢都是在安排很多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一旦讲有真济诶代志，吼，咱来完成。嗯。啊，是讲。那边老师在开心，拢讲啊，老祖开示。有些人一定说啊、哦，师傅，你是不是借着老祖师尊呐、啊？来，事实都是老祖在我们身边。有时候那么听见这些师兄师姐的讲讲啊，我当下家己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老祖师尊，请你啊加持，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很多人也一一得到了，就这个事情就转变了。对，对老祖在不在身边，在老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家里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你刚刚提到这里之外呢，咱师傅咧讲讲哦，咱师傅是教咱易经卜卦，是爱咱大家吼，拢繁放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当个代志来发生的时阵，再来做亡羊补牢，已经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这一位师兄吼，伊也真趣味，伊这卜卦到底是咧创啥？伊就是进前就拄好学啦。较早这个，大家都都真是惊，啊，电视嘛就寡我师在咧教啦，啊，伊就另外晓啦，安尼啦，啊，师傅都甲讲，用啊用啊，你当时我都有讲过啦吼，你当时爱在遮大，伊讲无用啦，啊，过来讲较晚无一个月嘛好啦，啊，伊讲我都要收，过年要收销啦，啊，将会要。拍目笑啦，你是真无用就对啦。哎，你讲，你这是甲老师讲啊，笑笑啊。阿叔讲你，你安尼若无吼，你后一日目睭经过来大三博士啦，伊嘛无来啦。啊，这就是也结束啦，安尼啦。哎呀，啊，过来再讲这个三宝师，这个个大雄宝，这脑座要调这个，要请这个吼。哎，脑座若硬你，你若硬脑座，你一定要做啊到。是是是。做无到。你有发生代志？做不好是，我做一定跟人斗三工的。一做你不爱做，是放线线，是，干来求去无实施，我做嘛该处罚。是是是。因为你阵要起地藏殿起好，书图都搁出来啦。嗯哼。要起大雄宝殿啦，啊，一张图一个书影。嗯哼。
这张图你去处理，迄个个窗仔门啦，咱讲窗仔门你去处理，爱用新落去的，爱图都甲摕去啊啦，啊摕去到九十九、九十头八月就开始要装窗仔门啊嘛，伊拢无做啦，连面越南连面啊，你上去佚佗啦，无用就对啊，拢咧佚佗啦，啊有一日。伊就开个低高机，迄个超十外米高哦，米十米，伫下骹开到大上坡的面顶啦。忽然间低高机变过来啦，变两三年啦，变到办公室落来啦。我紧张啊，当即个惨啊，即三步是排名啊。结果落来看咧，人大腿敢若大腿呀，迄低高机搞过，落一层皮起来啦。哦。啊，我阿叔要怎啦？啊，就送医院爱医院，我阿叔怎叔讲？啊，你去看，我是怎咧？阿叔讲。啊！你看，敢无看迄、迄个肉生做啥物形？我肉都红红赤赤，安尼啊，骨无断哦。嘿嘿，是是，嘛真厉害。阿叔讲，你敢无感觉啥物？我想，啊，感觉那敢那熏落起来，熏落起来，迄个个熏落起来，那色都红红安尼嘛。伊讲，对啊，叫做熏落起来，糖啊又唔做，多啦少，多啦少，拿做来激发啦。这是一个开始的对。哦，是是，所以因有对，你无甲做袂，啊，你唔是无法嘞，啊，你有法嘞，你无去，无去认真去做。是是是是，不过就是安尼吼，你既然有发愿要做，就要做好，好，那做不好另当别论，好，弄做得甲咱家己，互咱做较好。但是如果偷懒啊，无做，那是真无好啦吼。对。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提到了这个，咱三宝是即卖有一口井。哎，啊，这个古井今麦是伫倒位？啊，这个古井有什么典故？吼，会当啊，因为你住伫三宝市嘛，吼，你上清楚。今麦这个古井是，较早开这个古井是要从啥物？较早阵啊，咱三宝是伫山顶吼，啊无水啦，啊拢都要共隔壁吼借人的水啦，安尼足无方便啦。是是是。啊，八十四年阵啊，拄啊大雄宝殿也咧起啊啦，我说啊无咱来爱来留一个古井啦，输甲指点讲伫这个。停车场遐吼，西边二百十四尺，南边起来七尺啦，住伫西边角遐啦，西南角遐啦。啊，遐树影伫都人做话都做啊变啦，从卡拉只卡卡的都水啊啦，那跟他只简单的都对。伊是三杯鞋水真济吗？无啦，都个有一个有一个咧窟窿水啊，那跟他山的窟窿水啊都对啦，卡卡结果卡爆啊，就拢卡无啦，卡无水，卡无水啦，啊拄啊。迄阵我在第二个过定新妇，我已经无去啦。我阿妈摕迄个个一饼子啥，一饼一拿做拜拜，师傅讲：“讲来来，王子，你拢无水哦，爱想办法咯。”嗯哼，因为长到即马一面汤安尼啊，安尼啦。啊，我就烦恼两问阿叔：“啊，你讲要怎？啊，无水你讲用怎？无你嘛甲我讲，伊讲，啊，你三个月前甲你讲啊，二月十四就着七条六个都有啦。”哦，好。所以这地主就是无听话嘛，而且我简单凊彩学一个包啊穿吼，啊水就有啊，结果没有。啊，书意思是，我怎我看，我若给恁钱吼，无法度，互恁去了一寡钱，恁就甘愿。嗯，了一寡钱，了一寡工。啊，佫都试讲恁啊，想的都对唔对啊？是是是是。啊，都真个要弄，都大家点点无人讲，甲讲话。好好。啊，咪请一个人弄，弄一米八十块，八百块，袂使记。好好。为新生交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啊，拄啊，这个个王叔啊，即马王叔较歹势啊，较迄只迄阵时啊，王叔啊，啊，对对对，就是讲那时阵的代志嘛。哎呀，啊，因阿母拄啊，迄个阿英啊，带去去三宝寺行，都我看伫遐咧天空，啊，因太阳啊是咧创，我对拢古井啦，伊讲，啊，伊拢无门声，就阿煞了。哇，嗰只钱阮来出啦！哦，咁就讲哦，饮水思源，有迄个福啦。是是是，饮水思源安尼啦。是，像现在呢，我们的王树发闲事的是咱今麦圆蒙法师。哎，对对。你看看现在诵经，对吧？哦，咱所有的法会啊，啊，除了咱圆松禅师啊带领的团队以外，伊妈呢带领一团来诵经哦，这是非常的有心，包括呢。家里的师姐也是法师，都是在诵经。诵经的功德其实就是很大。对，最重要。嘿嘿嘿，所以就是这个古井安尼开偌久，啊，拢总爱开偌济钱。迄个古井的水钱是开八十几万啦，然后出啦。啊，但讲到个上面顶迄个水塔吼，
迄个三粒是，迄个叫啥？恁台东大堂主教啥？田园艺法师。田园，古早讲叫田艺伟，潘石啊。哎，闽南三粒白底啊，一出来了。哦哦，是。啊，迄个用梦华书出来八十几万啦，啊，倒头一百外万啦。是是是。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大家对这好奇的心都足有诶。大家拢做新老做诶，啊，希望讲吼，就是伫咱诶三宝寺啊，在起建的时候，其实蛮出气到难，哦，什么事情都很困难。对。可是呢，关关难过关关过，有咱老祖师尊的加持吼，对啊，这样点点滴滴哦，啊，除了这恁哥哥建议我，搁有啥物甲咱家来分享诶？搁有啥就是变作我家己诶啦。好好。啊，我伫阵八十二三年当咧起诶时，都有一个大人啦。讲三宝寺的经费呐，太贵哦。迄就是三宝寺的董事长啦。哦，安尼啊。啊，到尾啊，到我都甲误过。嗯嗯。啊，迄阵啊，唔知拢叫我担当的，担当的。哦，是哦。一名都为遮来啦，安尼啦。哦。啊，都大家拢无去啊，我啊，大家拢有信任咱，啊，咱都甲误过啦。是是是。所以阵啊，所有工事哦，拢我伫发到啦。哦。工人做遮拢我伫处理。我你刚才迄阵是外行呢，你是咧做保。啊，到我们家大雄宝殿起了书，才加工。你看恁公用啊啦，一间壁甲抹那海用一用一用啦。啊，到迄阵咱欠钱哦，唔敢抹足水的啦，抹足水工钱足济的啦。是是是。啊，都抹会过了，啊，到水歹我嘛唔知啦。啊哈。啊，是即步步是两个高，啊，正自家去电工工那海用嘞。啊哈。安尼啦，啊，这就是你讲老祖的，甲咱智慧开来啦。是。啊！我有进前有一个小块，迄个搁地上了。我家己起厝是78年起的啦。嘿嘿。啊，78年、79年这两天都当起啊，拢我家己发落创啦。啊，住遮人员搁带去三宝寺啊。哦，是是。有这个，只好有这个对，有一个概念啦。好好。啊，这个起厝的代志，阮做健康的拢有一个大概弄啦。是。因为咱即马可以讲帮无你去咧订，伊后壁，我帮我订到多，你后壁贴啊叫怎包，哦，咱就知影啦。啊，白贴，我贴当时包好，你后面都啊怎关哦，啊怎关啊怎弄，无会空壳安尼啦。是是是。啊，即马来后尾抹你贴无，因为你壁吼，爱较慢贴，壁才较大，贴袂使较慢贴。嗯哼。啊，咱来敢问，啊问敢问，伊就甲咱讲啊。哦。啊，咱就。伊阵来讲，咱大人也要想啊，吼，就是安尼，安尼啦。所以就是咧讲讲，虽然你对这个基础不是内行，因为你的专业是咧做保嘛。可是呢，就是当你甲师傅学识了后，啊，知讲三宝寺有一个宝地，啊，师傅讲啊，这爱起建呐。啊，从这经验里面呢，你也愿意来付出，布施你的时间出来哈。啊，开始安尼点点滴滴啊，来甲伊建设啊，从中当中呢，你学习到足济吼，所以在智慧吼，我想讲，虽然讲你用遮尔久的时间，遮尔侪年、几十年的时间来建设这个三宝寺，但是你是不是要用真短的时间来发表你感恩的心，和你感觉讲来分享你一段时间的心情？这个感恩的心，我想。咱一旦啊信任这个师父法师来讲吼，咱都专心改信任啦，卖三心两意啦，哦，这有好处啦。啊，咱那个应着康，咱个做好啦，因为仙女袂甲咱讲，何里做贪过代志啦。你若打一百斤，你要叫打两百斤，袂甲咱讲啦。啊，你那个应着哦，你都爱做，唔通马马虎虎啦。这都咱结婚食，啊，师父咱定这代志，我都感觉一家口啊，足稳足顺的啦，囝。新妇、后生孙啊，啊，都叔，介实在无好讲讲啊。我甲你数一个，阮迄孙啊有当伊甲号名嘛吼，遐对嘛，阮孙来上地底啊。是。啊，伊讲，恁老爸是举地头。好。啊，你举望地，望着，我手爱举伊，板还有。啊哈。好，你遐孙啊吼，囝甲孙啊都要举银币啦。哦。啊，即个感觉即卖来讲，那敢若有差咧？即卖拢业毕，拢敢若是即卖拢在读大学啦。是是是。那敢若拢爱个大学爱研毕啦，总是比那讲唔捌字较高较高。哦哦。时代佫无同啦。嘿啦，安尼啦。是是。啊，都。这嘛是师父一种足大的祝福咧。啊，师父个人开始咱才会想着啊，无咱个人命要拼要拼啊。是。哦，啊，即个咱就分享啊，对啦。啊，你都出去都无迄个命，都我咧讲迄个墨宝。啊！都三界三业渡未尽，你都个渡这人，都渡咧昏去啊！你的命就是安尼。是。
哦，这个是。对，非常的殊胜。哎，感谢师父啊！所以今天因师尊啊，师父的感恩的感恩。是是是，真的也哦，虽然讲啊，师姐在家安尼敬陪默坐哈，听师兄阿公这样子经过哈，啊，真正就是在恭赞咱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哈，就是老祖的身家，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很就是很感恩老祖师尊的慈悲，翻走过。留下先机，消灾化劫，让大家都能够平安。但是呢，今天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的弟子，老祖师尊的弟子，师父的弟子呢，我们凡是知道妙法啊，我们要家家户户平安，消灾化劫，一定要知行合一，这才是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感恩陈师兄还有师姐来接受访问，祝福你们，感恩阿弥陀佛。啊，上重要都要感谢阮太太啦。啊哈，是是是，是，伊家管，伊家管叫师傅啦。安尼哈，也对，真好哈。所以咱到底来恭赞我们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同时也感谢收看老祖先机，凡走过老祖的先机。都是在加持我们的，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